Hello，大家好，圆圆你好。今天我跟圆圆两个人上班，然后为了追求圆圆，给他买了他喜欢吃的这个螃蟹，还买了一只甲鱼，给他喂饱。女人只要听说，女人只要抓住他的胃，就能追到手。你们说是吗？对吧？圆圆，你说对吗？好吃吗？我给你控油。我说女人、女孩，他们说追女孩，做好吃的就可以追到了，懂吗？做好吃的。控，控。你跟老板两个人在这里，你不怕？怕，我肯定会要。怎么？那个庄庄跟我两个人在一起，他很怕。你感觉你不怕呀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怕我们两个人在这里？他们庄庄不能打你，我打。哦，庄庄不敢打我，你敢打我是吧？你打不赢。哇，个贱物，两个人从顶级到低俗贱物。嗯，肯定。给妈接走了。来。哎，没空接了。你呢？你了。接走我能难受，接走这个别走。接走我拜视频，拜你。拜我，我也不知道啦。接走难受，神经啊！今天就跟他两个人在家，他一个人打包，然后我就给他做好吃的。买了一个甲鱼，然后吃完了，买了两个螃蟹，他只吃一个，都是很饱了。我不喜欢吃海鲜的，我们湖南人都很少吃海鲜。好吃吗，圆圆？好吃啊！今天终于说好吃的一次啊！这边还有昨天剩点水果也吃完了。两个人在家就简单一点吃饭。是吧？没有炒青菜。我说两个人在这里简单一点。圆圆特别喜欢吃这个螃蟹。拜拜。嗯，拜拜。等一下我们接着拍，今天中午就进入在这里了。Hello。昨天我们没有跟圆圆出去拍视频，又到今天中午吃饭了。神经什么？今天庄庄过来了，庄庄。嗯，你好，好漂亮啊，今天变得。你在干什么？上课。老师在点名。哦，点名。点完名，我们去吃饭。你们吃饭了，上课。嗯，先吃一点，先吃一点。在干嘛，庄庄？在准备点名。点名了啊。在越南的学校，在读书。哦，老板。啊？做那么多菜。对啊。我对啊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这个是甲鱼。这个是猪耳朵，青菜，还有这个水果。怎么样？你们先去了，然后先给你们给我一下，等会儿我。啊。这就昨天给你留的呀，是吧？圆圆帮你留的，圆圆说庄庄喜欢吃这个，然后他昨天没吃完，给你留一点。帮你盛过去吃吧。谢谢。给你盛过去啊。好。他读书很着急啊。哦，这个是中国字啊。哦，学中国字是吧？哦，他主要学习就学中文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学读书的书。你好烦老板。然后我不打扰你，我们去吃饭。不打扰他了啊。圆圆，走吃饭。
干什么？坐着吃啊。他说给庄庄拿一点过去。哇，圆圆对庄庄真好，你对我这么好就好了。你呀、啊、嗯，自己啊。他对庄庄多好，你要给他夹好菜。这个真的是自然的，我没说什么，自己给他的。这个是甲鱼，给哪个？嗯，给他搞鸡腿，哦，甲鱼腿，给你们看一下。OK OK， 那个才好吃。都给那地，给那个。嗯 ，OK。哇，你看他给他夹那么多肉，知道张张喜欢吃肉，对吧？mày đừng để đến 4 giờ đóng mỡ đấy. OK, chị Xìa, chị Xìa nghỉ mai ha. Hơn đi. Sau đó đem mình 出去玩, 好吧? Chúc phan, này. À? Chúc phan. 知道了。他刚刚问我我行我素是什么意思，我也不知道，真的我读书很少的。就是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啊。对。嗯嗯，看一下他怎么上课的，我们不说话，看一下啊。你拍，别拍这个。为什么？版权。版权。颜色。这个有什么感觉？有许多差别呢。变成黄色，说起吧。白黄色在文化里颇有地位。那可是皇帝之色。后来，黄色在变成了淫秽色情的意思。比如黄色放盘等等。我的一位朋友等一次到法国，京都巴黎，店里有此的黄色杂志。懂中文的法国朋友听了笑道：“黄色可没有色情的意思。我们这里说粉红色，而在美。”会的其实蓝色代表的色情电影就是蓝色电影。那你可以说说表示淫秽色情的在每个国家用什么颜色来表示，在不同的国家。你这样我不能投入呗。你叫我过来的。没有，表示淫秽色情在，我是黄色，在法国是，好吃吗？粉红色，在你神经怪了，好吃吗？好吃。看我这个了。不好吃。干嘛今天卖更多？嗯，俺卖更多啊，更好吃。但是我做的好吃啊。是黄色表示，就是黄家。
看你吃，还有谁？玩个的。啊，我吃完了。你看，挺有趣。你吃完了，你看你的骨头在边上，看到没？你呀、啊。你。你看我给。现在我剪视频了，刚刚拍的庄庄，早上他来的时候拍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都忍不住吐槽了，他拍的视频有点太胖了，你们听到没？给你们先提前看一下，但是我要戴耳机，我怕太吵影响到他。嗯，终于完了，学完了，累不累？累死了，累得要死。这都是就是满满是的。哦，都是中国字啊。嗯。学中国字很头痛的。嗯，还有英文呢。英文。嗯。哇，这么厉害的。林大师。嗯。咳嗽了还。小心身体啊，接电脑呢。累了就去睡一会儿吧。啊，睡一会儿，去睡一会儿，没事。啊 ，OK。然后。睡一会儿，晚上，你早上八点来的？嗯。九点嘞。九点啊。那也是。今天我知道会。嗯，今天直播是吧？你要是累的话，早上九点，现在晚上也太晚了，你就不要直播了，要小平、云云、轩轩直播就好了。不行，我上个字不是说。说什么？不是说，你今天是什么？哦，跨年了。嗯。啊，跨年直播了吗？嗯。我跟粉丝说了、哦、说到做到啊。啊，说到做到是吧、嗯、好孩子。像你一样啊。嗯。说到做到。像我一样说到做到。夸你一下让你开心OK。OK。好的。嗯。那行吧。那你先去午休吧。晚上我们直播。好吧。好。今天辛苦了。又没，好了，不说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啊，嗯。今天。想说什么？嗯，还要等一下。嗯。啊，要祝福粉丝们，你笑吗？祝福。啊、你笑什么？你笑。厉害了，他妈这么情商这么高。嗯。啊，祝粉丝们。嗯。新年快乐。嗯。还有什么？对，我想。嗯，看你能想到几个词。刚刚学了很多。身体健康。嗯。还有，万事如意。嗯。还有。这个以前是我全都记住了，现在忘了。还有。等一下还有这
嗯，如果有哪个粉丝当大炫的话，就你到新年就脱单。哎。脱单了，靠你了。靠我，我。还有，早日脱单，还有。赚很多钱。对，这句话说的一定要赚很多钱。买肉给你们吃。买肉给我们吃，买肉给你们吃。好。大概是这样。大概是这样啊。谢谢大家，今年。谢谢大家，支持我。希望大家新年也。一样，就只管。老是想到自己啊，你不想当老板啊？啊，也只是老板。啊，太慢了，不算。OK。OK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下次再聊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大家记得强烈推荐哦。多多按赞哈。多多按赞哦，拜拜。拜拜。